自己存在的力量。因为我觉得像我有时候会突然之间觉得就是哎、欸、我身边的朋友很重要，我的家人很重要。嗯，对。然后这首歌是蛮励志的一首歌。你的团员也很重要。对，我的团员就是我的朋友啊，就是我的家人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用这首歌送给我们身后的每一个大家。哦，再讲下去又哭哦。送给我身后的每一个大家，也送给前面所有的朋友，希望大家呢在新的一年好好珍惜你身边给你最大力量的那个人，好不好？掌声鼓励给你自己。